接下来这首《蟋蟀的婚礼》呢，一样请秦乐先练右手。因为有延长记号，所以比较久啊。这里是因为有连结线，总共七拍半，所以也要留在这边。那我现在先把两只手的弹法，那左手比较特别的就是最大的不同，大拇指一直不停的换位置，但是小妞妞原则上都是停在 re 的地方哈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练一下右手，那请秦乐先听哦。再走 re， 再走 so 嗦嗦嗦嗦啦啦，好，那我们把它串起来哈。哆咪哆咪发发发，嗦嗦嗦嗦啦啦，换琴了。哆咪哆咪发发发，嗦嗦嗦嗦啦啦。好，接下去。咪哆西哆嗦啦发，哆哆瑞瑞。请琴的开始。咪哆西哆嗦啦发，瑞瑞哆哆。